的时候，我们接到观众的电话，说我是最近的机会开始下雨了。为此呢，我们和市气象局进行了联系。市气象局解释说，今天下午江西富士山沙坪坝或江南部分出现确实下雨，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甚至达到了大雨到暴雨。气象台的专家说，这是热对流天气。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，我市中西部还将出现类似的热对流天气，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，东部地区受到外围台风影响也会有降雨出现。这次降雨不会影响全市的晴热天气，估计要到14号、15号我市才会有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。看来啊，良好的天气我们还是要等上几天。我都堵上，你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出口。
国的城市，到处都是火锅店，但是很多人不晓得，重庆也是一座布满防空洞的城市，因为地底下有数都数不清的防空洞，上上下下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。所以，当火锅与防空洞结合的时候，都产生了重庆最有特色的火锅店——洞子火锅。火锅店开在防空洞里头，又好吃又好耍，那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哟。眼镜儿，那个是张老板。这个是我们最小的一个股东，那个生意没有时间了，绝对赚翻。你们还有一个股东，他啥时候到来？眼镜儿，你给刘波打个电话，喊他搞快点。不接都把它关了噻，你咋慎重的嘛？清一色带根儿，拿钱拿钱拿钱。老子都喜欢震动。老板，来条噻。你把那条整了吗？要得，紧到哟。哎，可以了噻。哎，刘波。哎，徐哥嫂，你要抢？哎，买鱼啊？哎，你在那点抓住？我看个兄弟伙在那边。你那个赌账好像要到期了哦。我那个火锅的话，对不起，都有钱了。那要好久啊？得一个星期嘛。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23万，分儿钱都不能少哦。走吧。喊不喊脑壳？喊呐。算浪费25万算的话，我剩75000，眼镜剩29000，刘波剩96000，还有请群众演员的3000还没有算。啥是群众演员哦？搞场面噻，你以为那些人真的是来吃饭的哦？哎，你之前说的是40万呢？那个龟儿又开了几家洞子火锅，面积都比我们大，每家都做了亏钱的。他说要是我们再亏300平，他就出到40。亏钱好多钱？至少要50000。徐东，那50000块钱应该你出。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凭啥子喊我出嘛？你净做狗吃了吗？开业的时候，我把钱给你，喊你把洞子打通，你不听。你要花那个钱去请个菩萨来供去，你不出菩萨出吗？请菩萨还不是为了求财？求财，财爷，开一年赔一年，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。眼镜儿，你说句话噻。你们两个还是把电费交了噻。每天都是我在偷电，挨家挨户都偷得差不多了。你还摆？你摆出钱来没？怎么办啦？在重庆的火锅店呀，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，赚得到啥子钱嘛？你不借钱，做那些干啥子？你外公头花的住院费都还没报完，哪里拿钱来借给你嘛？我照顾起了哈，莫来烟给他抽哟，你带钥匙哟。我跟你讲哈，要吃的话等到我回来吃哈，一个人
偷偷借给他付的钱。晓得了，晓得了。是你们说，刚没人说过话吗？外公好。哦，妈。外公。啊。洗澡。洗澡。今天没吃早饭这些？放暑假了。放假了。我们个人搞亏钱啊，这是非法哟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没得钱的嘛。没得钱。没钱你把车卖了噻！哎呦，那个车是我婆娘送给我的，你想得出来？学生娃儿不是耍朋友哦。外公，都是他一个人耍的，我们都光起的。外公，你不要听他的，我还是个处男，你是个屁处男，真正处男是眼尖儿。乱说，早都不是。刚刚开业的时候，我任房的兄弟给我开了兔子的，比上面的东子起码还有300多平。要是我们再亏300平，他就输到四成。别搞这个在头上说，我在研究兔子，你晓不晓得？眼镜儿，我去北京了。去北京？去投靠个亲戚，做工程的。贵儿叛徒，本来也不应该把眼镜拉下水，是不该开火锅店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兄弟伙开按摩店，房子都卖了七八套了。有空我们去考察。哎呀，不要提啥子按摩店了，整了五六天了还没整完。是不是个兔子有问题哦？老子用屁眼担保，那个兔子绝对没得问题。老子感觉我挖到地雷了。眼镜上面啥子？黑漆漆的，不晓得。上来吧，眼镜，打我一把。眼镜，你踩到我了。快点过来。啥子？啥子？那是哪个的钱哦？关你妈是哪个的钱？起码要2-3天才找得到我们店里头，到时候我们早都跑了。外公80多岁，洗个澡都不会洗，啷个跑？跑路哪个还带外公啊？你想得出来？胆大七龙七虎，胆小七里马个暴鸡母。我们都那个岁数了，还混成那个样子？怎么着？喂，老婆，你还没睡哦？我在店里头跟刘波、眼镜说点事情。
看嘛，我是刘伯。蒙蒙我眼睛儿。厉害，你相信了吗？好好，我们说实情喽。么么哒。刮破了。算了。把东补起，吃东西不好了哟。李磊，我想同我马老虎在一起。滚滚滚滚！那口锅就是那个洞，我们要把洞补起，都要先往里面填石头、填水泥。但是不管啷个填，最后都必须要把地面抹平了，还要放上瓷砖儿。那都行了噻。问题是，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，啷个从金库出去？飞吗？除非他是银行的人。不然我们去派出所自首嘛？自首？自首点都没带了，老子不得钱。我们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，洞子火锅儿，我搞装修，难道我银行下面去？对呀，郭建仙儿。张队，你那两个人身份证又写错了，哪回事嘛？不得哦，快来！你给我看哪来的？编号一、编号二。我写错了。下一个。哎呦，啷个了嘛？刚才三土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们有个同学在那个银行上班。哪个同学？哪个？女同学。说普通话的于小慧，放进去的时候都包好几层保鲜膜。是药三分毒，你这个有毒的东西怎么能跟我的甜品放一块呢？这怎么会有毒呢？这是我爸爸喝的中药。这个冰箱谁都可以用，但就是你不能用。人家小张的爸爸是谁？你的爸爸又是谁呀？要是没有他爸公司的存款流量，储蓄部能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吗？银行里那么多人，你何必非要跟他过不去？我没有跟他过不去。我的中药就是要在家熬好了，每天带到银行。说的不是中药的事儿。于小慧，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的资信证明签字啊？那是因为他资质不全，这是银行的规矩。我知道这是银行的规矩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办事情能不能稍微的变通一下？怎么变通啊？变通嘛，这个还要我来怎么教你啊？行了，你先出去忙吧。
喂，七哥，咋事儿？你那个烂火锅店转到啷个样了嘛？差不多嘛。拿到钱就是拿到钱，没拿到钱就是没拿到钱。啥子叫差不多？马上，过两天。两天，老子要看到钱，到时候不要说老子没提醒你哦。放心嘛，两天。刘波，我是蒋慧，十八中的同学。我在旁边的银行上班。厂长银行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旁边只有假银行的吗？对。哎，我们开个火锅店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吗？还有徐东跟严姐的钱，我把名片给你哈。你们三个现在还在一块儿呢？啊，火锅店是我们三个一起开的，不见不散了。好，说好了哈。打给我哈。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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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干了哈。你们啷个不喝嘞？哎呀，年纪大了。以前我们搞组合的时候，三个人喝翻别个十几个，什么白的、啤的一起整。来，刘波，你们以前那个组合叫啥子名字？记不到了，名字太哈了。本来有个很洋气的英文名字，结果后来都喊我们沙坪坝草蜢。沙坪坝草蜢。来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丫鬟，你今天跟刘伯碰到也是缘分哟，老同学，感情深。我们三个闷一个。跟于小伙喝啥子嘛？我觉得我们沙坪坝草蜢应该一起喝一杯。你喝多了？我没有喝多。来，我先干了。刘伯，你跟于小伙喝一个嘛。来，小伙。于小伙，我帮你喝。你不要再喝了。胖哥，去搞装修。就转让了。还装修啥子嘛？生意做得好生生的，为啥就转让啊？本来都是副业，无所谓，想做就做，不做算就好。对头，你们是副业，就我把那个火锅店当成主业，一天到晚在外面潇洒打麻将，好嘛，把调给我，给我我人，好，生意做不下去了，还在老同学面前演戏，好臊皮哦。演啥子戏哦？没有演戏，眼镜都是喝多了。你先送小伙走嘛。走。哎，眼镜说对头，是演戏噻，说醉啥子嘛。于小伙，我们见面也是商量好了的，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，我们确实没办法的了。
会儿啊。没来？没有没有，我早就去了。咋说？慢慢过来啊，慢慢过来。漂亮，这个漂亮。想了一个计划，前两天上面下来一个文件，说老城区30年以上的银行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检测和硬件升级，我们银行就是其中的一家。前两天我联系了一个安保公司，过几天他们就来，先给银行的金库做一个空间测绘。你是说撤回那个人帮不动了？我是想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变成测绘员，反正银行又不知道测绘的人是谁，信息资料都是从邮件里核对，那我就把邮件里面的身份资料改成你的嘛。你们进了银行以后，我就给安保公司打电话，告诉他们今天不用来测绘了，银行的金库要对账，回头我给他们一个数据。你到了银行以后，两个保安会来搜你的身，检查你的工具箱，核对身份信息，然后两个金库的库管员才会带你们到金库去。金库的门必须有2把钥匙才能开，一把在徐姐那儿，一把在矿科长那儿。一般来说，徐姐开完门以后就会走了，留下矿科长跟两个保安。如果这三个人把你盯死了，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刚板的你们下去以后，我给许东发一个微信，让许东给银行来个电话，就说是矿科长儿子学校打来的，每次学校打来的电话他都要去接，他走了一定喊徐姐帮忙，徐姐很胖，讨厌上下楼，所以一定会喊我去替他。我去的时候就会带着一堆资料，走到金库门口的时候假装把手里的资料撒到地上，那两个保安一定会帮我捡资料，他们捡资料的时间就是你来。两个保安见了几张纸，时间来得及啊？那个文件肯定不是普通的文件吧？是银行这个月的工资奖罚表，里面有那两个保安的，只要他们认得到字的话，肯定是剪得越慢越好。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？小伙儿，为啥这次不帮我们呢？因为我想变通一下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们的忙，我们肯定不会让你白干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存在，啥子要求？说嘛。好，来，你把我的行还给我。于小伙儿以前喜欢你，我们都晓得。他啥子时候给你写过一封信了？那封信是于小伙儿交给我的，喊我拿给刘波。我刚要回到座位上的时候，你都已经把信抢起走了。不可能。我想他的信干啥子？你拿到信满教室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念，
全班都在笑。啊，侯爷，侯来峰进圈了吗？我不晓得。我比在你那儿吗？你？啷个会在我那地儿嘛？又不是写给我的信，你个人回去找一下嘛。李哥，你同学来了。起来了，总。好睡的哟。哎，七哥，有事情出去耍。哎。哎，对，那我们出去耍去了。好，改天再来看你。慢走，慢走。三天过后再看不到钱，老子都把你和你屋里那个老头一起从那边摔下去。公安官司要是找我啥？你吼锤子吼，有脾气你把钱还了再吼啥？要不早点还钱，保你全家安全。我好多回了，喊你不要去跟那些社会上的人两个来往，你都是不听。今天打了脑壳，明天呢，不晓得你是缺手还是断脚的。咋子了嘛？借点钱。他那个啥子东西啊？不要闹嘛！我在给刘波打电话。打你妹呀！你干嘛在干那个？我去考察，刘波和我一起去的。不行你问他嘛。哎，都啥子时候了，你还在借钱？你借那么多钱，你还不还得起嘛？我看你呀，跟你老汉一模一样，早晚呀死在外头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把他借了我。回来了，你要去卫生吗？两天，你昨儿走之前我们吃顿火锅嘛？要得，我来弄嘛。哎，今儿晚上回去吗？这儿我来扫。没事，少喝点酒。我啊，上回你借给我那个黄色的包包我拿回来了，都放到桌子上的，你记得起啊。
你以为的时候，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哈。啊，要得要得要得。哎，你莫那么紧张嘛。那个暗号还记得到他？媳妇，你们那个刘兄弟是做啥子生意的哦？第二个是开火锅店的，现在都开了好几家分店了哈。哎，刚。哎呀，今天收起了个屁呀。啥子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走嘛。不让回来。好了的嘛。哎，等到我哈儿回来哈。要不来你说你来。要回来啊。哎，是不是找他发去了哦？啷个可能嘛？我暗号都还没开始打的嘛。哎呀，这样子你再都是外面的。刘波，你到哪儿去了嘛你？哎呀，幸亏那个快点来得早。哥，你回来了。看那个办公室都是那个样子，咋了？房子烧成这样，你妈妈和外公晚上住哪儿啊？外公住舅舅那儿啊，我住这儿就行了。失恋阵线里，我把名字都记错了，只记得你们那时候老在校工厂里排练吧？你要晓得我们在校工厂啊？咱们上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放学我一个人回家，刚走到校门口，被一个小混混拿刀劫持到校工厂里。当时特别害怕，后来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跟他说我男朋友来找我来了，他也慌了，掉头就跑了。他跑了我也没敢出去，不知道外面来的又是什么人。后来听见外面在放草蜢的歌，我就从里面悄悄地探头往外看，看到一个人跟着那个歌在跳舞。后来许东和王冰川也来了，他们三个就一块儿跳。你说什么啊？所以才会给你写信吗？负责上那个样子了，信肯定找不到了。先欠着，回头拿别的还你。我说的计划都记着吧。明天早上8:30，地铁站见。好。刘波，哎，这件事儿过去以后，你们三个还是好好做生意吧。十几年的老同学还在一块儿，挺不容易的。你回来了，你兄弟伙来了，过来喝酒。
七哥，两个来了。听说你背了一包现皮，去跟白哥打大麻将，炒得可以噻。前天找你，你晚上给老子装穷，那个事情啷解决？七哥，时间到了自然解决的，时间还没到。时间不都是老子定的？老子想提前都提前。七哥，喝酒。你把钱拿出来，我马上喊兄弟喝酒。我没有钱的。他真的没得。没得。把身上那个包我打开看会儿。我不可能把我的包给你。你拿不拿？不拿。你拿不拿？七哥，这是不是个误会哦？弄他。到底啷个回事嘛？啷个回事？还用问吗？做到。我们现在都去找钱，放回金库还来得及。你到哪点给他找那么多钱啊？抢银行啊？银行马上都要开门了，去抢噻！抢了以后再放回金库帮他还钱。你好讲义气哦。那你又做了啥子？你为火锅店又做了啥子？你啥子意思？啥子意思？我们几个你屋头经济条件最好，结果每回出钱的时候你都往后面跑。刘波他是爱赌钱，但是该他出的钱他从来不躲。那会打洞的事情要是你出钱找正规施工队，啷个会出那些事啊？哎呦，你疯了吗？是不是还没打够？想打我啊？打嘛，打噻，打噻，打噻，打来掉。是我出错了事。哎，你是兄弟伙噻？不是兄弟伙噻，都是兄弟伙噻。你是兄弟伙。瞧你这个兄弟，没得兄弟做了，你本来就没把我们当兄弟。好，不是兄弟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阻拦也好，赔钱也好，是我一个人的事。
几年的老同学。你拿钱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下场？啊？看到我，看到我，看到我，我没有算傻子。你真的要钱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唯一自首，当时我挖的钱是我拿的，你和徐东只晓得挖哪个洞，不晓得挖到银行里面了。你们暂时都不晓得，记到就好。我们都没有啥子，关键是于小慧儿。上新街长江招商银行，好，要得，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。上新街长江招商银行，哎，警长，警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长江招商银行？是不是？手机还有没有了？全给老子掏出来！抓着！银行遭抢了！啊？那为什么？今早乔银行，我给于小慧打电话，于小慧没接，她肯定是在银行里面。抢银行的，晓不晓得那个洞哦？不可能，要是晓得的话，肯定抢火锅店了。我们上去救他噻！爹，在下面等到，我上去救他，一个小时不回来，你就去报警，听到没得？你干啥子？你不是说周志贤一起吃顿火锅的吗？等到。
裴总，啊，你干嘛呀？火锅店儿嘞，火锅店。想上来问一下，刚才没说清楚的吗？啥子没说清楚？你只是说一个小时没下来，都喊我去报警。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有人下来了，我该啷个办嘛？老子这个用力锤子！猴子，猴子，猴子。猴子，老大喊你呢。叫你怎么不吱声呢？说话！找到出口了。咋少一人呢？你数啥呀？你还不赶紧走去！都给我老实点儿！我知道银行有一个出口。小的时候我总转学，有的时候我连班上同学的脸都没认全就转走了。后来我喜欢一个男同学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但是信刚给他我就又转走了，再也没见过面。直到前两天，这个男同学带着班上另外两个男生来找我。我
才知道他们装修的时候打了一个洞，这个洞打到我们银行里了。这洞都打到银行里来了，怎么不带钱跑路啊？还来上班？我们本来准备今天动手的，我在银行工作得很不开心。你现在看到的坐在我旁边这些人，也都不是特别喜欢我。他们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生活终于要有改变了，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拿一笔钱，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但是今天早上，我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跟我说，他退出了。我带你去找洞，你带上我走，钱我要一半。一半？把他们都关到金库里吧，这样就没人妨碍我们了。你说的那个洞是不是在金库里？洞要是在金库里面，他们三个找我干嘛？你们俩带他们去金库，你和我去找洞。我起来，我起来，起来，赶紧的。等会儿。蹲下，蹲下，蹲。说你呢，蹲下。我有个事儿你没想明白，你一直在说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和同事，那为什么还要保护他，不把他们干掉？谋财嘛，不想害命。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抢银行的事儿，你就不怕警察一旦抓住之后连个翻供的机会都没有？你不害他们，他们也得害了你。不如这样，干脆把他们一了百了。你他妈明明就是在骗我，就是为了在救他们。银行里面真的有一个洞可以出去，要是有洞也一定在金库里。但是我这哥们刚才去了，什么都没看见，除非他也在骗我。开玩笑的，把那个女的拉过来。绑开！绑开他！砸开！滚开！老子开枪了！回到！回到！回到！柳博，你啷个上来了？我来救你啥？我来金库去！眼睛下面接你们，快点！滚！走到金库去！走走走！不要动哈，你们两个！不要动！回到！快走啊！老子开枪了！真的是上来救我的、啊！快走噻！下来啊！走！我在下面等你啊！喂！快走啊！老子开枪了！不要动哈，老子开枪了！你不要管我！
卧房。这个车才卖那么点钱，你在哪点儿？等到我。卡是我拿的，车我要卖了，我要去就留波，可以，离婚可以，随便你。我最后给你说一句，那天老子真的是去考察，挂婆娘。上面人都关好了，等一下，先把他们拉下去，确定洞口能出去了再做。
老子再来一条，也是有点名字的。严家，你们再不来，我都死了哈！你们哪个？啥子？那个火锅店还没开业嗦。好，那我改天再来吃。我真的是来吃火锅的。知道那个样子，老子都不拼了命把包包抢回来了。包包里面装的啥子呀？银行里面的钱，还有信，给于小辉的信也在那个包包头。人都要死了，你都不要乱说了吗？都是因为要死了，我才不得乱说。你那个信在包包里面。那封信一直堵在我那的，我也不敢拿出来，就是怕你们两个笑我。现在不怕了，反正今天都要死了。于小伙，老子都是喜欢你。小伙儿，我也喜欢你。纪念吧。能不能换一个？
俺们怎的说？抢老子的钱，全部给老子弄残废！
给老子弄死！你这账都算了，听到没得？老子肯定还给你。夫人，六伯，不要追了。Thank you.
刘波，想写这封信给你已经好久了，谢谢你在危险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虽然我知道你救我是无意的，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知道我在危险之中也会挺身而出的，对吗？很可惜我马上就要转学了，也许要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才会碰到。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也会喜欢上我。另外我想跟你说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唱《失败者联盟》这首歌了，因为你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你是我心中的英雄。来看你了，来，我们祝刘波早日出院，也祝我们新老同学火锅生意兴隆。好，啥子新老同学火锅了？啷个嘞？以前我们的店儿不是封了啥？我们想再争一个，反正老子也离婚了。以后所有的精力只能放到事业上了，眼镜也不去北京了。那钱呢？那见义勇为的奖金不是要发了吗？我们都拿出来，应该够了。老子好不容易将功补过的嘛，又要乱整嗦。啥子乱整嘛？上个店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。眼镜，你说是不是嘛？以前可能是我们三个八字不合，现在是四个人才。四个人，将功补过又不止你一个人。开火锅店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，王明川和徐东都很支持，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。不要玩，你要想好哦。要是那次亏了本的话，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哦。一辈子都一辈子嘛，怕啥子嘛？实在没得办法，你们三个都去卖噻。嗯，卖啥子啊？啷个卖哦？卖啥子啊？卖唱。你们不是沙坪坝草蜢的吗？唱不动了，年纪大了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求爱我别太早放弃他，又忘记词了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我俩也曾经无法自拔。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，别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
首老歌，曾经陪着我上课，来自草蜢组合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。有一个女孩总是把歌名记错，每次问我都说成失败者联盟。我们再也没见过，可我一直都记得，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。也许你已经忘了，这个无心的过错，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深刻。在某个角落，也许真的有这首歌，如果你听过，会不会想起我？
Thank you.